新颖今天难得没有外出，妈妈准备给她做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滚！你这样对待我，滚！他的小碗你不吃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滚！你神经病啊你！滚！崩溃！屋子里面还有屎。我感觉没有人住，空落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被子底下全都是虫子，感觉整个村里面的鸡都在叫。谁里还有虫子？被子又不能睡。你是来改变的啊，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。连父母都没有，就一个小孩。这么晚了，我先回村里好不好？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聊，好不好？